回来了。啊，哎，婷婷呢？啊，在你家跟你妈聊天呢，聊得可热乎了。我先回去了。啊，小心那个劫道的啊。天祥。啊。你们家雇来的那个扛活的，你们对他还是留点心吧。咋的了？我觉得他不是一般人，肯定有些来历。我看你是做生意做多了，老琢磨人，人家就一扛活的。我是为你们好。大白天也敢劫道，了不得！天月，你干嘛？二姐，耍人。不怪我，我看错了，我以为他劫道了。你俩唠唠唠吧。我妈的意思就是想让咱俩把事儿赶快办了，她着急抱孙子呢。切，阿姿没一撇呢就想孙子了，那还差啥呀？欠你的计划我还没还完呢。你嫁过来不就全还了吗？你买我啊？我用我的心买你。哎，快来看呀，快来瞧，张卖货的又来了。哟，二嫂。张卖货的。二嫂，挺长功夫没来了吧？可不是嘛，过了年忙活的种地，刚倒出空来。哎呦，货挺全呀。要点啥呀？你给我来捆线吧，我行备用。那就白线啊。行嘞，那个多少钱？都是老主顾了，俩大字儿。哎，你看你老便宜我。这个看好了啊。没错，你们多买点货，他卖货可好了。随便看啊。张卖货的，你等着，我进村俩给你招呼招呼人家。哎哎、啊，你等着啊。哎，张卖货的来了，大家快来看呐。想吓我？我想啥？我想你跟周和光唠啥的呗。你最坏了。我咋坏了？你跟姐说你俩唠啥呢？嗯？嗯？他说啥呀？他要娶我。真的？我跟你说好了，这事儿得分先后的。我跟大姐都没嫁出去，你就嫁不行，我不同意啊。二姐，我看那个魏德民人挺不错的，干脆让大姐跟他大伙过日子得了。啊？大姐，那不是等大姐夫吗？啥大姐夫呀？拜完花堂人就没影了，到今儿活不见人，死不见尸的，等啥等？大姐那脾气你又不是不知道，那没信儿死等。我倒有个办法。啥办法啊？回来了，嘿，怎么都阴个脸啊？出啥事儿了？你俩说话呀，急死我了！天星，出啥事儿了？
我说不出来，你让老三说吧。老三，你说出啥事了？大姐，我要是说了你可得挺住啊。哎，你就说吧。有啥事儿你说嘛。我二姐姐镇上可都打姐夫了。到底咋回事？说呀。我俩抓着他往家走，正好赶上小鬼子来抓他，说他是抗联的，就把他五花大绑的给绑起来了。我和二姐就一直追，追到大庙的空场，正好看着小鬼子把他头给砍下来了。小鬼子就拿他头当球踢，那头就在地上滚呐、滚呐、滚呐。大姐，我咋跟你听哭啊？二姐，他也看呢。大姐夫被抓的时候还喊呢：“天星，天月，回去给你大姐捎句话，让他赶紧再找一个吧。”我白等了你这么多年。行啊，挺能编排的。哎，咋那么会演戏呢？咋了？咱是不是有点过了？咱大姐都成那样了。没事，咱大姐挺得住。那不管咋说呢，咱俩是为咱大姐好。姐，姐你去哪儿啊？拿个筐。你干啥去？啊？啊？我去镇上给你姐夫收尸。姐，姐。我姐夫的尸首被人都收走了。是啊，刚才我们两个都没来及收。哦，姐，我去。你姐夫是打日本人才死的，到头来连个尸首都找不到，我这心里过不去。没跟我说一声就走了，他在哪儿？姐，姐，我要去找他。哎，不，姐，姐，你别去，你给我，给你，姐，姐，姐，你哪儿都别去，要不然这样行不行？我回来打听大姐夫埋哪儿了，然后你再去啊。哎，姐，姐，大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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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爸呢？这咋整？咱把天都捅漏了，恨死我自己！这不作孽吗？
你说咱姐以后好，就做你做到底。怎么也到这里来？看你的样儿，也就是个算庄稼地的老娘们。你爹可是死在我的手里面，不能让你知道。那就是杀父之仇。不卖怎么办？那是一锅翻着花的开水，谁也不行，谁也不行。有些事情你不能全怪我，天下是日本人的天下，我就得给人家卖命。你说啥叫人吗？我邱振海就是人模样，我现在是满洲国的警卫，明天我可能就是满洲国的警佐警政。是啊，这几天我把咱们的方位判断出来了，山的那头啊就是苏联的境地。当年啊，日本鬼子跟苏联人干了一仗，小鬼子吃了大亏。他们修这个工事啊，就是想用来对付苏联人的。哎呦，啊，快放慢点。走开。行了，干活了，回去干活。
啊，弟兄们，今天的事儿大伙都看着了吧？小鬼子他不讲理，白人往死了整。一会儿大伙都开点眼，戒备着点，别招惹他们。咱们的命比啥都金贵。抢啥呀？一人一碗，剩下的归我，完了事儿你们再分。凭啥？凭啥？哼，在这儿还问凭啥？哎呀，亏得你还是抗联的呢，啊，连个大小规矩都不懂，啥事儿都得紧着长官来。俺们抗联的没这个狗屁规矩，俺们抗联的就知道打日本。哟，抗联打日本？你们抗联的叫打日本呢？嗯，在老林子里这儿打一枪，那儿扔个小手榴弹，猴年马月才能把鬼子打跑啊！打日本还是得我们国军。是啊，你们国军多能啊，把东三省让给的小鬼子，害得俺们老百姓自己拿起了枪。这人咋这么霸道呢？你凭啥不让老板吃饭？小崽子，没你什么事儿。要没我什么事儿，我去你们打！哎呀，果然不一般啊！哎，就这两下子，没个十年八年功夫，还真练不出来啊！哎呀，八大队呀、啊，在本长官的指导下，又多了一个人才呀、啊！啊，小兄弟啊，留着点劲儿啊，以后好对付鬼子。马哥，小子，哎是。走着瞧，我等着你。弟兄们，有谁不够饭吃的自己过来盛啊，我看看谁在这冲爷爷。妈，让一让，让一让，干啥呀？我睡觉。睡觉你扒拉我干啥呀？你占我地方了，自个儿找地方去。这就是我的地方。哎，吵吵啥呀？干一天活不累呀？让不让人活了？哎，你咋总凶老马呢？我怎么老凶他了？你废话，你把人睡觉地方占了，你还有理呢？小子，你还动武把操是咋的？我他妈懂个，我怎么？哎，拉倒吧！招了鬼子，又是一顿棒子。来，老马，看我这机器。来来来，来呀，过来呀！你什么玩意儿？拉倒，睡觉。欺负这，欺负那。你往那边躺着，我这垫铺盖。走。局长。
大家的等等奖励。哎呦，兄弟，兄弟，兄弟！哎，有人中枪了，过来救命了！哎，下来呀！子弹不长眼，妈的，没救了！该死该死，咱们是中国人，不要在窝里打了。老哥。兄弟，兄弟，中国爷们儿了，都跟我搭把手，先把这老哥卖了。来干活，他说今儿有点事儿。咱是雇扛活，又不养大爷呢。少说两句，干活吧。哎呀！咋了？我的肚子咋不得劲儿？我得上个茅楼。那赶紧回去吧。啊。干啥呢？我走错门啥呢？跟猪聊天呢？我想给猪圈起几份。拿手啊，不用敲啊。这就挑去。你编啥呀？那猪还没喂呢，哪来的屎拉呀？那我下地干活去。你给我站着！哼，你笑啥？你不说话，我下地干活了。别，你站着。哎，你敢不敢跟我比划比划，看我能不能整了你啊？你这是干啥？比不比划吧？我不敢。别装了，那日本人好几十号，你是敢不敢比划吧？我不敢，万一我，万一你把我打坏了，你们家养一白吃饱的，你亏不亏呢？嘿，咋了？打坏了啊？你赶紧的下地去。咋了？赶紧的，废啥话呀？
的右胳膊怎么了？问你话呢，到底怎么了？被驴踢了。你们俩是不是白天有故事啊？哎，姐，你那老三咋回事啊？最近咋老往三江镇跑啊？那就是快了呗。啥快了？有你啥事儿啊？呀，嗯，吃上了？回来了，赶着饭点回来的呀。快吃。你干啥呀？你这胳膊咋的了？你着嘛，有你啥事儿啊？吃饭。嗯，哎，你知道吗？在老岭沟，抗联把一小队的鬼子全都给消灭了，一个不剩。真的啊？你咋知道的？何光告诉我的，那还有假？还何光呢？快吃吧。快上去。你干啥去？这不年不节的喝啥酒啊？姐，那小日本被咱们抗联打成那样了，咱老百姓还不得庆祝庆祝啊？我跟魏大哥得好好喝两杯，你说呢，魏大哥？说的对，我正想喝点呢。哎，来。再来一个，今儿高兴，你多喝点。还喝呀？行了，你上魏大哥先吃点东西吧。来，来。喝的太多了。没事，谢谢啊，多谢啊。哎，你没事吧？不能喝，还非得喝。没事。你说你灌他干啥呀？没事。行了，我服了。没喝多少，走，不用送，你别缠着你。哎呀，没事没事。喝了几碗啊？哎，我高兴，你高兴不高兴？我可高兴了。我高兴，我给你唱，我给你唱啊。你唱啊。喜庆那个丰收啊，好运来呀，千家万户乐开怀呀，千家万户乐开怀呀，四季常景常在，八方金宝，八方金宝常在呀，哎呀。美梦那个成真呐、啊，恭喜发财呀！哎呀，哎呀，干什么？你干什么？美梦那个成真呐、啊，恭喜发财呀！哎呀，干啥？你干啥？你说我干啥？你心里明白我想干啥。
我不明白。你不明白是吧？那我问你，你不是说到我们家是混口饭吃的吗？那你这三天两头的这儿一趟那儿一趟的，你想干啥呀？嗯，我是好人。你是好人？好人能有这个？嗯？你哪拿的？你以为你把它放在猪槽底下我就找不着了是不是？咱俩我还行吧？嗯，虽说我打不过你吧，可是我脑子聪明啊。哼，我略施小计就把你给灌醉了。你还别不服啊，你现在是我的俘虏。我问你，你到底是干啥的？啊？你说不说？姐，过来！哎，你别开玩笑，你……我可没开玩笑，我当过江上飞，啥枪都使过。我说打你鼻子，绝不打你眼睛。我做江上飞老大的时候，我杀过叛徒，我还杀过日本鬼子。啊！你这要是不说实话的话，咱就用这家伙跟你对话。说，你到底干啥的？这到底咋回事？老二，你要干什么？啊！呀呀，别激动，别激动。你是真的假的？到底咋回事？啊？咋回事？问他呀！这枪哪来的？哼！你问他。你到我家扛活，你带着这玩意儿干啥呀？你到底是干啥的？你是我的救命恩人，你们姐儿仨都是好人。我跟你们说实话，康莲没被打死，我到这一带是搞侦查。你早说呀，我就等你这句话了。拿着，拿着没事。大姐，这要是让小鬼子发现了，说啥呢？你先好好歇着吧，你俩跟我回屋。啊，回屋，快点，好好干啊。你们俩说这事咋办？姐，依我说咱这事儿不用再商量了，人家是抗联的，人为了咱老百姓，那是把脑袋别在裤腰带里跟日本人干的，人命都不要了。这会儿躲咱家了，咱不得好好招待人家呀？这会儿把人往出撵，那还是人吗？我就佩服这样的人，那才是真正的关东老爷们儿呢。小点声，大姐，我感觉咱家要出大事了。为啥？我总结了三点。第一，这年头谁家要有枪，那是招灾啊。说严重点，那杀头之罪。第二，这世道乱着呢。他说他是抗联的，可据我所知，抗联里有叛徒。万一他要是叛徒，咱不是养虎为患吗？第三，不管他是抗联的，还是抗联的叛徒，敌人的密探，只要他留在咱家呀，那咱家可就成了焦点。行啦，说话别文绉绉的，唠点干的行不？啥叫焦点啊？说白了吧，
咱家呀就成了战场。那感情好啊，妈狗日都早就过腻了，打咋那么虎呢？大姐，我看还是让他赶紧走吧。老三，话不能这么说，咱们不能跟小鬼子斗，有这样的好男人不要命的跟小鬼子斗，咱作为女人连他藏起来都不敢，那叫啥事儿啊？咱们总是在盼着小鬼子完蛋，可魏大哥不是，他是在打，替咱们在打。就是这个人我心里有数，当年日本人把他们全家都炸死了，他参加了抗联，后来被日本人抓了，折腾的是九死一生，他愣是给挺住了。我去日本死尸房里救他，他当时一点人样都没有了。你说这样的人咱还有啥不放心的呢？我想好了，我让他哪儿都不去，就留在咱们家，咱们要好好的护着他，这儿就是他的家。对。哎呦，干活去喽。好好干啊。啊，哎，魏大哥还没醒呢。魏大哥，下地了。咋回事啊姐？魏大哥，下地干活喽。魏大哥，下地了。他咋睡那么死呢？姐啊，天好，天星，天月，我走了。确实，我干的是傻头的事，不应该连累你们。谢谢你们这些日子对我的照顾。日本鬼子一定会被赶走，我们会胜利的。再见。魏大哥，魏大哥，魏大哥，吃吧。走啊。整啥呀？大姐，你快过来呀。咋又是熟米饭？你会整点别的不？昨天贴大饼子你说要吃熟米饭呢，今天熟米饭你要吃别的，你到底想吃啥？你是不是故意找茬呀？要我明天你做饭我下地。老二，有吃的就不错了，地里活重，才没有吃糠咽菜，别挑三拣四的啊。我不吃了，不吃了，行了吧？你不吃下半场的活咋干呢？不干了呗。二姐这两天火气那么大呢？哎呀，怎么这么烫呢？大姐，你快过来。咋了？大姐病了。天哪，咋这么烫呢？姐，你可得挺住了，咱家指望你了。我没事。就是，这个咋整啊？这魏德民简直就是一混蛋，王八蛋，找几天连一个影儿。哎，咋没做饭呢？
醒了。姐，你觉得咋样了？好了。好了就好。做饭。大姐，我知道你为啥病了。不是因为魏大哥，对吧？